记住，好像有预感，知道我又要出去工作了。以前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每次出门的时候他有这种情绪，直到我在网上查了以后才知道，这叫分离焦虑。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，就入手了这款狗狗摄像头，希望通过这个摄像机呢，能让他感觉到我与他同在。这里面给你放满零食。零食呢？你急什么？我还没出门呢，等会儿给你放，把他最爱吃的零食放进去。当我离开家打开 Furbo 摄像头，我才发现原来地主在我离开家的时候会一直守在门口。地主，我在这儿呢，别守着了，过来吧，你到摄像头这儿来，来过来，快点过来，我给你弄点好吃的，你过来快点。听到好吃才过来啊，靠近点，我在上面，上面往上面看，对，这儿这儿这儿。大长脸，吃豆的脸，这里，对，就站这儿，你别动啊，我给你整点好吃的。通过手机控制远程投喂，对，可以，接着挺准。一，再给点呗。来了，财主，这儿，来准备。趁地主不在，给财主吃点。狗脸识别，自动追踪，360度可旋转。这个Furbo摄像头呢，特别智能，狗狗任何的风吹草动，那都有消息提醒。哎，狗呢？等着，我一会儿就到家。